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杨紫，欢迎哇哦，杨紫来，欢迎杨紫来到我们的红毯中间，合影留念一张。我们美丽可爱的小猴子今天以我们巴莎明星慈善夜的这个慈善嘉宾的身份来到了我们的红毯上，那也期待小猴子杨紫能够今晚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慈善之夜。来，邀请杨紫进入到我们内场的酒会区域，欢迎你，欢迎。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